让人嫉妒又羡慕，他们是超强基因家庭。有请他自我介绍一下，你们的工作是演员。Oh my god, my friend！ 哦耶！哦耶！逮到机会了，因为他们三个实在太帅了。听说《环太平洋》为了他们还改剧本，他们家有三胞胎。对啊，觉得导演会为了他们改剧本？他可以演魔戒啊，对啊，超强基因家庭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